一直都在说大灾教义啊，这样的气候在变迁啊，我们现在如何呢能让它呢的变迁，让它时间再拉长一点，不要这么快速啦，那样的强力的四大不调，那密集的发生，唯有启发人人的爱，所以常常都说要净化人心，祥和社会，这是所有宗教的共同目标。事在人为，不是做不到，只要我们发心，还要呢核心。要出门之前，欧洲的瓷器人，大家人集合底下，从下面呢有俄乌战争，我们也看到了流离失所，那生离死别，这就是人生的苦啊，真的是人生苦难变多。还有呢，真真实实生老病死，还有贫穷，病来无医啦，欠医欠药啦，这人间比比皆是。看很多的国家，回过头来想自己啊，感恩啊，对家己讲感恩，我生在人间，那是人的身体，更感恩的父母给我的身体，还要感恩的我的师父给我两句话，为佛教，为众生，这就是我的慧命的延续。所以呢，我很爱守护我的慧命，但是呢，日日啊，的时间的过去，今生此世，现在啦，这世人已经呢，安尼亲像高雅伫咧爬十米山呐、啊，生命都安尼直直爬，直直爬，往上爬。现在呢，也应该是爬到了，快到了。这个时候，就要如溜滑梯一样的，会很快速的溜下去，那就是要等待来生啦、啊。但愿我的来生啦、啊，还会很幸运的再为人生，还愿意呢，要像那一只蚂蚁，还要重新再往西米山爬，这都是天天我对自己的喜悦，而且呢，感恩有这个身体，那就是要父母恩，我要报父母恩，他给予我的身体，所以呢，我要报父母恩，要报师恩，我更要报众生恩，因为呢，有老爸老母才有我的身体，有我的师父呢，给予我一个方向，也有呢天下的众生给予我知道要如何做，这总是呢时间呐、啊、不断的过去，那这菩萨群呐、啊，
不断汇聚汇聚，所以我会常常提起了一把米，看看缅甸大家呢共同起来可以去帮助人，穷人也可以帮助穷人，已经呢是8万多户了，一把一把米，每个月呢几万了，可以帮助呢将近4000户了。所以从手心向上，现在呢已经这么多数的人呢手心向下，去帮助呢现在还是无力更生的人。所以类似这样的力量呢净化人间呐，还是帮助苦难人，相信呐，那这大家人的信用，我们信仰的是佛陀的教义。佛陀教义我们是人人行菩萨道，天主、基督、耶稣，他们也是呼吁他的信徒，也是要仁爱，还有呢博爱的，这都是呢同样这归元无二路啦，总是一个爱的互动，都净化人心，都带动人人心中有爱。所以仁爱、大爱、博爱，共同呢汇合起来一个大爱，所以我们要尊重，要感恩佛法的慈悲大爱，无离开仁爱与博爱，所以呢，这都是同一条路，只是呢，我们人类啦，要去把它硬的分别。宗教的名称其实不需要分别，人类平安啦，要有一个方向，人人要爱地球，人人呢要保持的这样的干净啦，无污染，总是爱修自己，爱护人间，这就是宗教的价值。每一个人啊，也要向自己说感恩，我们生可以呢还有因缘，我们要把握，赶快不要停歇，行菩萨道往前前进，这就是如是因如是缘，我们要广结善缘，要号召人人人有爱。我们现在呢还有能力去牧人心，把人心净化，不分宗教汇合起来，指引啊在迷茫中的凡夫啊，凡夫把凡夫带进啊，接近圣道，心性的堕落。这个心性的堕落呢，就是心性的宗教。不管什么宗教，我们都要互相尊重，大家人共同跟众生有缘呐，那个宗教就可以度他。也当带引向这个健康的宗教，与佛法有缘的，我们要到处说法。最近呢，一直听都说弘法利生，是啊，我们要如何弘法？要靠大家好的方法，如何付出做善事？唯有善啊，
才能破灾的。所以常常说一善破千灾，还有呢，行善之家必有余庆，行善之家必有余庆啊，就是叫做福。所以人人可造福，有了造福啦，就会消灭灾难。所以要人间啦、平安啦、地球啦，照顾好以后，那这个虚空的污染呢，让它淡化，唯有人类大家呢，皆胜前程。